沙城嗰陣試過一次，連續兩個星期日日都130度以上。全世界最熱嘅，呢、啊這個地區最高，呢、這個地區最低。130幾度？最高咧記錄過係136度。同但係同埋另外佢有一段嘅喺30年代有一個時有一個時期兩種星期咧，日日都超過130度。即不但只是最熱，而且是長時間很熱，連續兩個星期日日都是這樣。非洲都沒有這麼高温。幸好他還有一些時間好像現在這樣，我不是真的沒什麼人煙的，真的。如果你覺得熱，可能應該脫了件衣服。不用不用，你熱先，你熱了。佢冇辦法噶，佢日本仔咧豆丁咁大嘅地方，而且都係嗰啲島國，都係島嶼。你睇下，又地震又海嘯。日本就係同整個日本同加州嘅面積係一模一樣，基本上一模一樣，但係佢嘅人口係加州嘅10倍。十分一？啊，唔係10倍啊！十倍啊！係啊！日本大概係1億幾人啊嘛，好似唔知1億1000萬定1億2000萬。由佢個面積同加州的面積係基本上係一模一樣，但係加州嘅得1000幾萬人，1000幾萬人係。但係你加州好似啲塊大地，冇人住咯喎。但係呢啲咁嘅地方咧，好少嘅啫，加州。如果係呢啲咁嘅地方，日本仔好值錢噶啦。但係佢自然環境係唔可唔允許佢喺度住。但係即係好少嘅，加好似你睇下整個加州啦，嗰、那個 Death Valley 霸佔嘅面積係算係比較少一部分。大多數面積的地方是好似比較少的地方，即係可以種農田嘅。喂，呢度都叫死亡谷，咁多山嗰啲地方都叫死亡谷咩？呢個地區嘛，大灣區。嗱，呢座山、嗰座山之間嗰個地方 ，valley 係一個山谷啊，即係兩個山之間。我哋嗰日入嚟都好多山噶。但係唔係好似呢度咁咧？呢度係一直噶嘛，係咪？你呢邊去到嗰邊？後嗰邊山有，即係兩個地方啊嘛，兩個都要係圍住嘅，所謂 valley 就係兩個山之間嘅嗰啲平地啊，好似嗱，而家你哋睇到啦，嗰邊嗰座山，全全圍住啊，呢邊呢座山，中間啲平地呢個咪就係 valley。喺呢度其實真係冇，其實好牙，即係一個好危險嘅地方。而家你唔覺到夏天100幾度咁，你話俾睇？而家都已經覺得好熱啦。而家呢架車入邊，你行上外邊其實都算比較涼。開啲涼風啊！睇住佢架車啊！係。值得學習一下嘅，我哋喺我
我哋喺度嗱，我都仲啱同你講話，有啲日本人係俾人留低嚟做教美國人學日語，做即係啲情報學校嗰啲咧。嗰間學校你知唔知邊？喺金門橋，金門橋橋腳嗰度附近啦，有間舊嘅建築物，而家開咗個。即係你要搜集日本啲情報，你首先最基本嘅就係要識日語啦。有好多嗰陣時，即係嗰陣時好似啱嗰陣時，所以專門要揾人教，要揾日本人教。原諒你聽下嗰邊右左邊嘅山嗰啲泥啊傾瀉落嚟，聽唔聽啊？係咯，係啲水啊嘛。嗰啲係啲山水沙石咁樣一路瀉落嚟㗎。係咯，係啊，唔出奇啊。瀉出嚟一個斜坡，睇唔睇啊？係咯，嗰度嘛，係啊，嗰度就一路陸續咁瀉落嚟一座山咁樣。你話去行上去嗰陣時，嗰啲係實嘅係？應該係實嘅，應該會係實。即係至少唔會話好似沙咁沉你落去嗰啲會。前面沙漠咯，好似係啊，我係咪嗰度啊？係啊，再前啲係，即係佢嗰度琴日嗰度有個牌講啦，山咧唔係永遠嘅，係咯，即係嗰啲通過山山嚟傾瀉呢個過程咧，慢慢咧山變成平地，係會山變成平地，係，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慢好慢嘅過程啊，即係你唔係話人嘅壽命可以。即係你睇得到、理解得到嘅，幾千萬年啊！不過你都諗到係你睇得到，你睇到有時話無啦啦多咗座嘢出嚟啊！喺水裏邊啊，平地又會變山喎。係啦，即係佢嗱，好似佢點解會有山呢樣嘢？就係啲嗰啲叫做嗰啲板啊，地底嗰啲板啊，地殼移動嗰陣時咧，喺唔同嗰啲叫做咩啊？嗰啲叫做啊係啊，嗰啲層面之間咧，即係佢相撞咧，即係好似。推起嚟咁，推起嚟嗰啲泥土，地震啦，啊系啊，同地震系啊，同埋咧，佢而家呢啲咧，即系推咗山之后咧，嗰啲地震带就结束咗咧，即系以前未系山之前咧，就有地震带嘅，震咗之后，石整咗出嚟啊嘛，变成咁啊。嗯嗰啲山係啲岩漿形成嘅，呢啲係啲好漫長嘅時間所形成嘅嘢，幾百萬年呢啲人係冇可能了解或者觀察到嘅。其實都有嘅，夏威夷咧，你如果你想去睇，可以睇嘅，有咪有個活躍嘅火山啦，不停喺嗰啲你睇住啲岩漿紅色咁出嚟。由佢溶出嚟之後咧，就即係佢啱啱喺個海度，咁啊流出嚟咧就流落海水，落同啲海水接咗冷卻，即係就變咗石頭噶啦嘛。咁咪所以話個島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大。但係問題就係嗰啲全部係岩石嚟嘅，咁啊係咪用唔用得？